嘉义乡北天宫盛大举办了108层天眷梯护国祈安四福大法会，县长徐中卫亲自出席为天眷梯落成卷彩。县长表示，北天宫是全国唯一每年定期举办天眷梯祈福的宫庙，透过祭祀为广大有形无形众生来祈福。去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停办了一届，今年度在兼顾安全及防疫标准下举办108层天眷梯的祈福法会，也为玄天上帝圣诞全球祝寿。信奉北极玄天上帝圣诞加成，吉安乡北天宫盛大举办108层天眷梯护国祈安赐福大法会。县长徐中卫亲自出席为天眷梯落成剪彩。县长徐中卫、吉安乡长游淑珍、北天宫主任委员康来发、县府民政处副处长李威等各宫庙代表一行鼓励虔诚敬拜，祈求玄天上帝护佑花莲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百姓安居乐业、百业兴旺。这个天眷梯还有所有的亲友们，大家好，大家早安。好。我想每一年啊，全国唯一在办天眷梯的这个地方只有北天宫。我想这是康来发主委的发心，还有他跟天地之间的约定。今年、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停办，但是今年这个更加的谨慎，把我们这个108层的天梯啊，做了最好的安全的措施，也符合整个安全的标准。另外，我想起见108天梯啊，又一个祈福法会，又是否我们玄天上帝的圣诞千秋，我想这是喜上加喜，福上加福。咱今天提前这百空百团战队是一天第十五年第十六摆，第十五年十六摆。十五年前，咱的天队就落来啊，各路位一直在鼓励，啊，因为年久。一天对，一天退休了，也在修复大家的发心之下，此外呢，再有这个勇气，再有力量来再次来救济咱这天将军。啊，相逢呢，咱天天上天的支持之下，都着贵后裔的贵人。0402台铁泰鲁格事故造成50位同胞罹难，县长徐中卫与会贵宾，期盼逝者安息，场面肃穆。法会依序进行天眷梯剪彩揭幕、布挂敬表，玄风官乐见登梯，奏发登梯表文，登12层天眷梯，结怨赦罪，天降吉礼，消灾解厄，主由晋升过七星平安桥。招请拔存九玄七祖、冤亲债主、祝灯延寿等仪式为花莲祈福。记者九安杰祥报道。